高纪录有冇话咩斗多钱？而家史上最多财产嘅人系几多？有人有冇人突破？是但整个中国皇帝嗰啲咁样，佢曾经系唔知咩朱元璋，成个国家啲黄金系佢咁样吓，有冇啦咁样？我都估到你哋搞呢啲嘢，咩咩最多咩同时间咩打钉，我都估到你哋成日谂呢啲咁嘅嘢，系嘛系嘛？你试下去提名佢嗰啲咯，咩打钉次数最多，你去问下佢咯，有冇得申请噶？你咁拿手呢啲嘢，你咁拿手，你可以嘅，你都可以想。如果你想有一样嘢，全世界即系留名青史啊，呢啲可唔可以叫青史？我都唔知，呢啲都唔可以。即系如果你想有一样嘢系破世界纪录，可能你哋呢啲系有啲机会嘅，你可以试下咯。你问一问健力士有冇违反健力士嘅基本条件咧，就系、是。即系第一呢样嘢唔可以净系得你做到嘅，即系要佢认为系可以，其他人系有机会好简单嘅情况下复制到，例如我之前讲啦，咩鼻哥窿塞个铜币，咁你可以塞最多嗰个就破纪录啦。咁呢啲系好容易个人都做到嘅，咩攞口咬开汽水罐，攞头揼爆西瓜，呢啲睇落去动作，即系一听落去你又明哦咁样，咁诶即系简单做到，唔可以特殊技能，例如咩呢？你系火影忍者，你可以出分身术啊！我而家可以同时分到500个影分身，咁咪唔得啦？啲超能力咁咪唔得啦？或者咩？你系可以透视咩？睇穿五埲墙咁呢啲，啲人就会觉得话似孖筋呢啲系鬼呀，唔得咁样。咁啊，类似咁样啦。咁仲有啲会唔会太过危险嗰啲？我唔知。总之最基本一个条件就系呢样嘢啦，要好容易。即其他人系可以做到，唔可以得你做到嘅呢样嘢，唔好系你嘅特殊技能，可惜啊，系嘛？香港人全世界工时最长呢啲，系啊，可以啊，呢啲可以我申请咯。点样代香港人申请我啊？吓你自己申请咯。我已经连续几多日喺公司冇，我已经连续几多日冇放假，之后又我话你可以问，即系嗰个证据系咩？你系问人事部，你睇下，我话你睇下，佢话呢个就系证据，但系好似健力士一定要有嗰个人监视住，即系你而家开始啦，我而家想做一个全世界最长唔放假纪录，跟住你就打电话俾健力士嗰条友，你而家可以陪我翻工啦，辛苦你啦，佢话你而家将会系冇休息，即系我话。即系呢个纪录几耐就系几多年，你又要陪我有冇得咁样吓、啊？因为一定系要啊，佢鬼信你喂，你会唔会造假啊？你叫佢啲咩人自爆嗰啲，佢一定要 mark 住，即系佢一定要夹住你，现场睇住。佢有嗰啲特许嗰啲人士喺度监视阿猪、阿狗、阿茂嗰啲，一定系佢哋官方人派只眼监视你先得，系、啊、嘛？拍家纪录嗰啲唔计啊，冇用啊！佢话你搵人拍咯，唔信。总之一个规矩系咁嘅，因为你话知你曾经系，例如话你试过喺一公里外射圆门射击嗰啲，话射到啊，好劲啊！世界上我射箭可以环绕地球一圈兼中个目标，佢话鬼信啊！你话啊有纪录有仪器啊有片唔得嘅，佢一定系要自己睇先至信。即如果你想破一个咁嘅纪录，可能又嗰条友要跟住啲箭喺度行咁快咁样先至做到咯。所以呢啲啊，所以点解佢都系有个限制？健力士就系咁。如果你做啲嘢太劲，佢肉眼未必睇到啊，或者点啊，佢要搞好多功夫。总之要佢有时有啲嘢你要去佢哋现场嘅，即系你要去好似嗰个节目咁，佢点解要整个场地系嘛？嗰、那个美国嗰个健力士节目咁样，佢一定系整个场地叫人哋现场做一次得，咁佢就即时宣布哦，恭喜你啦吓、啊，彼得先生陈仔，佢哋成功破健力士纪录吓，知唔知？你话最长时间唔瞓觉，逼嗰个监测员同自己一齐唔瞓，你都傻住，人哋可以轮奸啫嘛，佢系叫佢咪几？就咪整几条友轮流监住你咁样咯，咁啊咪唔使佢哋咪唔会吓、啊，人哋梗系有啲几有啲咁嘅方法啦，系嘛？但系你话咩最长时间翻工咁，佢哋都好麻烦，几条友轮嚟轮去都死啦。香港人仲可以破啲咩纪录啊？吓、啊、最我想破个健力士纪录系几年内都冇加人工之类嗰啲嘢吓，得唔得？佢有一个白领。
或者加勁少、啊、每年保持而每年增長人工是極低的 percent 比率，或者冇升職、啊、十年內點樣可以打一份工認真做嘢嘅情況下，冇遲到冇剩都即係好合理咁翻工，可以打十年都唔升職，我咪破呢啲紀錄，肯定贏硬啦！中國地區一定呢樣嘢就一定係中國地區贏啦，一係香港，一係大陸，是但一度，一定係唔使諗。吓、啊可唔可以啊？有啲人讲啲嘢好有趣啊！啱啱讲过咩饮完水最长纪录唔死啊，可以啊，已经正系咁又系要每次嗰、那个你饮水之前又要有个监察专员喺度帮你验兜水咯。诶，佢话呢个呢兜啊含月量过咗系饮得啦咁样啊。破呢啲唔知得唔得？嗰、那個紀錄我唔知啊，即係會唔會哇？即係意識不良呢啲，即係類似有損健康，唔俾你做。如果唔係有啲黐線佬啊，做啲咩自殘身體啊？我劈自己十刀都唔死咁樣，對自己開槍，身體關我五槍唔死，咁啊勁大鑊，唔可以做呢啲啊嘛！即係我估，可能都有啲標準係話唔可以危害到即係人哋他人安全，或者係自己安全。因為啲癲佬啊，我而家見歷史。周街亂癲佬亂斬人紀錄啊！斬咗五個咁黐孖筋咁，點會俾你做？梗係唔得啦！即係黐孖筋啊！呢啲肯定又係破壞，唔止破壞健力士啊，破壞呢個社會啊，肯定唔做得啦，係先係嘛？好係啊！就冇嗰啲咩地區，即係你話香港地，即係最多乜乜乜人嗰啲又唔得嘅，呢啲又唔屬於健力士紀錄咯。咁啊，即係總之就係咁樣啦。呢一單嘢就即係就覺得啲人就話咩白痴咯、啊，即係抵死。有啲人就話啊、哎，搞一大堆啊，結果你又破唔到紀錄，跟住有啲人就話呢個就唔會係正職啦，就會俾人記錄係缺點啊！啲人話哦呢、這個官聽燉冬菇啦嚇咩、啊、有辱，唔止唔係正職，有辱國體啊之類話仲大鑊，佢呢個人死得啦！咁有啲人係咁講啦。咁咧之後仲有一單新聞咧，講啲咩咧？就是、日本嘅有唔知有個電視節目，啲新聞定咩咁啊？一啲綜藝節目之類咁樣，我唔肯定。咁咧總之咧就係、是、有一個訪問，個訪問咧就有兩個女仔，佢話呢兩個女仔係咩人咧？就叫咩地下 idol， 即係一啲你當係一啲地下偶像啦，唔係有啲經理人公司，唔係 GBB 呢啲咁嘅。咁犀利嘅，即係明星咁，係一啲地下偶像。咁有時都會搞下啲咩 fans 聚會啊，嗰啲剩咁樣啦。咁咧就俾人影到咧，就即係唔知佢哋喺度訪問佢哋乜鬼嘢。呢一 pair 嘅地下偶像係兩個女仔嚟嘅。咁咧就有兩個，一個咧宣稱咧就年齡咧就話自己係26歲，另一個咧就宣稱咧年齡咧就叫秘密，即係咩秘密唔講得。咁咧就，但系你睇落去咧，嗰、那个26岁嗰个人嗰个样咧系，即系老到不得了，那个样咧就好，即系巢有少少巢皮嘅，已经好奇怪。即系你睇落去就一定唔系26岁嗰种年轻嘅感觉咯。跟住同埋咧，嗰啲头发咧，佢就类似梳一个双马尾咁嘅发型嘅，佢染一个啡头发，跟住着啲粉粉地、乒乒地咁嘅衫。咁你着上去咧，你又覺得咧又唔係話好可愛，即係佢個樣貌咧就唔係話好標誌啊，或者點啊？啲人就話係咩日本又唔知啲評論就話咩係咩放送事故，即係話咩直播出咗事啊！即係佢點會呢啲點會係咩地下偶像啊？有啲人話咩佢係咩封印咗咩1000年啊？點解咁老啊？成啊，仲係咁啊？即係佢話點會係26歲就咁嘅樣啊？咁樣。有啲人调翻转话咩62岁又话点会咩26岁，跟住有啲人就睇埋话咩隔离，即系啱啱咪有两个嘅26岁嗰个已经系咁啦，话年龄系秘密嗰个人咧都系个样都系老老地嘅，似一个老女人，睇落去都30-40岁咁嘅款咁样咯，吓、啊，跟住佢哋唔知系讲紧啲乜鬼嘢，我都唔知道，当时个节目系唔知访问佢哋，唔知访问啲乜鬼嘢，系、啊、嘛？
因为心理年龄26岁啩，或者点咯，咁但系呢件事就好多人宣传咯，即系宣扬咪宣传，就一路讲话喂，点会咁样啊，系嘛？跟住佢话咩咩地下 idol 啊，咩就系咩地下掘出嚟咩地底人定咩咯，即系好多难听说话喺度讲呢句嘢，吓、啊、千年老妖咯，类似咧呢啲咯，吓咁啊咁样咯，唔知啊。你睇个样又，同埋佢个面型都怪怪地嘅。我记得嗰个日，其中一个下巴都系尖到好似真系一个，即系正常你话尖瓜子面嘅下巴，个下巴唔会系一个锥咁嘅型，你唔会系一个，即系你卡通片龙珠悟空嗰啲下巴，现实中冇可能见到啊嘛，即系一个三角形咁样。但系你喺嗰个片嗰、那个相片入边咧，你系见到嗰个26岁嗰个地下 idol 系一个锥形锥状，冇可能，即系你会觉得奇怪咯，个面型都有少少古怪吓、啊。你点睇？你已经有人贴咗啦，嗰个相片，你觉得点样？佢嗰阵时系一个访问咩节目啊？有人知啊？吓，蛇精男，蛇精男。蛇精男咪即系正，唔系正常人啦。蛇精男有 P 啊嘛，同埋都吓，有冇人知啊？其实佢本身喺度噏紧啲乜鬼嘢，系嘛？有冇人知道啊？我过百岁，我过百岁，但我个样都系好啊，正正常常噶嘛，大佬。冇人知佢讲咩算啦，吓？我咩 FF 时间健力士世界纪录？冇啊，冇试过，我讲亲嘅嘢都系事实全部，我零咯，系啊，即系我系一个纪录最短，从来未试过讲大话啊！射精物癌呢排有咩搞作啊？有冇人知道啊？吓、啊，好似少我出 post 定咩？平时一定好，因为佢一出 post 肯定有人 forward 嘅啦，即系我一定系会知啊。最近好似少咗好多咯。沉咗，等紧佢有咩新消息咯，系嘛？咁咧 之后咧就仲有单新闻系讲咩咧？就讲小学嘅，我讲下讲俾大家听咩事啦。咁小学咧而家咧就有一样嘢叫做咩 TSA 咩咩校本校内评核定乜鬼咩咩评估嗰啲咁样嘅嘢啦。咁 TSA 嘅作用系啲咩呢？就系唔知喺小三、小四呢啲小学生呢，就要做一个全香港啊小学生呢，都要做一个测验嘅。有即系你当以前呢，我哋都有嘅，就叫咩学科测验。唔知你知唔知？其实我哋嗰代都有一样嘢叫学科测验，唔系学能测验哦。学能测验呢，就小六定小五考嗰个嘢，就考你你适合用咩中文、英文系得两份咁样啊。好似系咁样，跟住你就可以有啲人就会测到啦。哦，你系适合中英文都 OK，咁就入嗰啲咩咩英中啊，英文中学啊，二啲咁样啦。咁呢一个呢就系咩呢？即系学科测验系咩呢？就系、是、我哋以前我细个有做，我唔知你有冇经历过。我细个系要做嘅，即系唔知间唔时系某啲班要做咁样。就呢，其实系帮你间学校咩评级嘅，会同你讲嘅咩 band 几，你小学其实都暗下底都有呢啲咁嘅分级别。你唔好以为净系中学有咩 band 1、band 2、band 3，你小学都有啦。如果唔系个个人点会争入小学嗰啲咩喇沙咩咩拔咩咩小学，有啲好出名小学嗰啲咯，喇沙小学啊，拔萃好似都有小学系嘛。总之就系咁样喺度争嚟争去，点解咁点解个家长想入，就因为入咗啲小学，就等于入咗好嘅中学，类似嘅咁啊，易啲入。咁咧就呢个 TSA 咧就等同好似以前嘅啲学科测验咁啦，就总之系会为即系佢俾你啲，佢系小三小四全香港嘅小学生都要做，咁咧就会评级，就评间学校啊咩级数咁样。咁结果发生咩事呢？就而家呢，就即系有啲家长嘅投诉啊，即系黐线嘅，佢话咩呢 TSA，佢话咩有啲老师就会好似抄 pass paper 嗰啲会考嗰啲咁样，小学生就叫佢日日做夜做，日 do 夜 do 啊，跟住咩咩默书呢，就一唔合格嘅要狂补默，佢话咩罚抄，佢话首先你。
唔合格咧，就一定要罚抄唔知十几 M 万次。即系啲父母话咩，我系佢话咩罚抄有九成都系佢抄。佢话如果佢唔抄就个仔女冇得瞓，佢就帮个仔抄，因为太多。即系抄呢啲系黐孖筋，佢抄到离晒谱嗰啲咁样啦。之后佢话劲辛苦，佢话而家咧就咩，总之就系话啲细路仔咧就全部狂做啊。佢话一日唔知有八九样功课，跟住啊做功课啊。总之你由一放学你就要基本上就要即刻做啦。如果唔系咧，你就肯定系冇时间瞓。之后咧就同埋仲有咩咧？佢就话佢话。总之好似嗰个女有，好似有个家长咧就话咩自己个女咧，因为呢件事咧就有焦虑症，因为咁佢就狂做功课，即系又做得唔好啊，俾人闹，因为佢哋会有压力噶嘛，即系佢哋即系可能学校就有压力，话我哋今年个咩 TSA 一定要考到乜乜乜乜分数，咁跟住咁你啲老师有责任，咪会系咁咯，好似。即係好似你 sales 咁樣，就喺度咩追 quota 追數咁跑數，咁啊會逼啲學生，咁有位學生就因為咁就話咩患上焦慮症，佢話咩而家都仲未好啊，或者點啊，過幾耐咯，就好黐線啊！你哋點睇？我小學即係呢啲肯定係有，即係因為佢整咗呢啲測驗出嚟，肯定啲學校實一定係想谷自己嘅。升排位啊，成啊嗰啲咁样啊，系嘛，一定系咁样嘅。靓啊，入啦啩，轻轻松松啊。有啲人话咩？以前读小学嗰阵冇练习，越位嘅黐线。佢话做嗰阵咧都系求其做。我以前做学科测验都系咁啊，老师都系话咩唔好啊，你咪当咩平时咁样做咯，咁样。教育署是有强调话咩大家佢话咩各位学校咧就唔使为咗咩 TSA 做准备，佢就话咩大家唔好操啊，冇需要嘅。佢话呢样嘢唔即系唔系特别乜鬼嘢，大佬嘅鬼，即系你话唔紧要啫，但系啲学校自己想多啲人嚟读啊，即系想吸引人读。就一定会咁样做噶啦，呢啲系好正常嘅事，即系佢又谂得冇呢个好周到啦，系嘛？除非佢讲明啊，呢啲功课咧就系操 TSA 嘅吓，你中意做啊做，唔做啊唔做啊，唔会咁样啊，当话知你啦，一次过俾晒沟埋落去，即系 TSA 啊，佢下个礼拜 TSA 啦，啊做多啲日谷夜谷咁样咯，就好辛苦啦。鬼佬就小学啊，听人讲啊轻松好多，通常啊劲轻强啊，有啲人唔讲咩名次添，又惊你自信心低啊，剩啊，系嘛？好，有位兄弟话以前专登求其做整衰间小学，吓你咁细个已经咁聪明，识得反其道而行。有整衰自己间学校啊？但系你又冇着数啦，系嘛？即系你整好自己学校啊，你又威啊！你话啊，我以前读 XX 小学威啊，同埋升中学咪易啲啊？呢间中学排位高，咁人哋拣边个入去中学？佢呢个靓仔读呢、這个啊乜乜小学喎、啊，达仔小学、达记小学，个劲嘢嚟噶嘛呢间。咁佢都话，跟住可能都收啦，即系同一个分数啊！呢间啊，个个靓仔都品德良好，听讲达叔做校长噶、啊，梗系好啦，搞到个个靓仔尊师重道，叽哩咕噜咁同分啊！达仔小学嘅即系可能都系十个 A， 咁啊隔篱拉沙小学都系十个 A， 咁佢拣边个啊？咁梗系拣达仔小学噶啦，系嘛咁劲，系嘛？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佢话：哇，你咁得咁多达叔实好啊！咁好啦，好啦，好啦，咁就收。好嚟啦，出埋嚟。可惜啊，仲有机会啊！可惜射嘅时候啊，系嘛？所以唔知咧呢啲嘢，呢啲制度啊，唔系整得几好咯。呢啲就即系整呢啲咁嘅评级。通常以前中学点评，
中学评一间中学好唔好咧，就睇佢咩入 U 率嗰啲咯。我哋旧时就系咁啦，话呢间学校贵有冇一条友都入唔到大学嘅，咁佢就话我、哦、就教得唔好，点点点咁样咯。跟住家长仲会睇埋咩多唔多飞仔啊嗰啲咁样咯，佢就会话啊，听讲呢间学校好多飞仔唔好入去啊，咩打交睇新闻咯，呢间学校话有出过啲打交新闻点点点。但近年都多咗好多，即系学校嗰啲案件啦、啊。之前有单新闻就系有个小妹妹就搭，即系喺高空堕下，跟住佢唔肯报案嗰啲啊嘛，都系黐线呢啲新闻。即系有个小妹妹喺高处堕下，唔知一楼定二楼跌咗落地，跟住咧就呕血，好似系呕血啊。跟住咧嗰个老师定咩校长唔报案嘛，话冇事，话扮冇嘢嗰啲咁样嘛。即近年都多好多黐线嘢，讲真的。又考小六 TSA 嗰阵时咧，就俾人抽中英文 all 脑，于是讲咗十秒左右就木口木面同考官四目交头算数，系嘛？好可耻啊，系啊，可耻学校啊，吓、啊。总之就系咁啊，所以大家读书啊，即系而家辛苦好多，都系咁嘅道理嘅，系嘛？香港发生咩事唔知，总之系有呢啲咁嘅癫佬嘢咯。之前有一单整亲眼唔报案咁衰啊！辛苦各位队友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请等等啊！呢一幅画咧就系由呢个 Lucky Liu 兄弟所画嘅，好多只手啊！大家见到，请等等，而家转个游戏先，请等等啊！
边位生日啊？咩讨论下咩手嚟啊？有只手唔知咩手？你唔知道你数唔切嗰啲手系咩？你辨认唔到嗰只手啊？吓、啊？边只？你想话边只手啊？黄色系阿修罗，黄色只手阿修罗只手系金金地铜铜地色，亦都可能黄色有可能都系 Snake 嗰只金手。吓、啊？你想讨论只手啊？啊？好啊，开嚟睇咯，好啊。睇下先啊，首先由右边开始啊，粉红色嗰只应该系花 cry 嗰个系嘛，帕佳明嗰只手咯，应该系我估系啊，系嘛，跟住有只八爪鱼手啦，大家知系咩啦？八爪鱼手啊，auto dead，跟住红色嗰只可能就系 snake 啦，嗰只手隔篱嘅红色爪，红色手仔，跟住有只手有啲。首都嗰只系咩啊？咩手啊？蝙蝠侠啊，唔系蝙蝠侠啊，唔可以有刀啊！巨人呢只手啊，有啲缩口面啊，thief 啊，吓？唔知 bloodborne 定乜鬼？跟住有啲丧尸手应该系咩啊？我都唔知喎，呢个我都唔太肯定。有粉红色手套嗰个就系应该系嗰个 Mirror's Edge 啊，靓影特务咯。跟住有刺客信条啊，你见到个刺刀嗰个你就知啊，系嘛？跟住仲有人中之龙白色手，应该白色西装啊，有啲金标喎，系咪？人中之龙同生一马，食屎啊一马嗰只手，之后仲有咩啊？嗰边啲手啊，有啲我都唔系好认到啊，讲真，有 Neck 嗰只咯，纳克。啊！之后就咁新选就叻嗰只手喺上面啊，正上方你见唔见到啊？纳克中间嗰度，你见到啲手指嘅知啊，认得出啦。之后左边两只纳克左边嗰两只嘅新选组应该都系同生一马版本龙马只手，即系其他有啲我都认唔到咯，系嘛？差唔多啦，我哋之后再睇咯，再慢慢认。有啲我都唔系好记得。喂，差唔多去到 Metal Gear 就系大结局啦，应该系听日咧。有啲人就话，如无意外就应该听日爆机。有人话有 Watch Dog 47，